上古秉性如何？上古乖巧听话，天真活泼，别看好学会跟出众。哦，这个人三界古本神的真堂，你这么没有人情味，就没有我上古管不了的事。是一个草包，他们都那么厉害，这给我神兵了，你这是想压死我？我去，那不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吗？他不走，我就饿死在这。没有。 原来了吗？疼吗？不疼。操你个白痴！不想炸，不会让你知道神剑到底谁做主。同一个祖神亲爹，就我是一个草包，他们都那么厉害，我不会不是祖神亲生的吧？